刚到家，今天元旦了，早上在婆婆家吃完饺子，买点火锅，晚上来老妈家吃火锅。外边嘎嘎冷啊，还有几个快递呢，你去。快递走。憋一下，拿不住。你干啥呢妈？包豆包，才包。这又开始包豆包了。我先包点，先冻点生的。啊。冻点生的，我哪天再蒸。再蒸熟的。这咱生着冻也一样是不？冻生的一样。现吃现蒸。没了。全拿回来，全拿回来。送完快递，他出去了，上小卖店了，说看有没有人打麻将，打麻将。今儿放一天假呀？嗯呐，放一天假。这老婶家养的大黑猫，上小卖店看看。老爸肯定也是在那看牌呢，他在那打麻将。进屋的时候先不吱声，让你们看看，就是现在这村里边一般都是年龄大的，一天能凑合一伙两伙的就不错了，人越来越少。你咋没玩呢？不过我卖点。没笑好了哦，没啥意思，没单说好。完了，来了，又一存点吧。啥？大耳朵听不着，不是？九块，五块。哎呀，我抓五块做大饼，我来弄糊了。别找，别找，死板嘞。冷不冷？冷。下车冷不冷？冷，太冷。刚把小王取来，马上咱就开饭。妈已经把那个肉片啊、菜啥的都扔好了，你先进屋啊、哦。我拿一个豆包吃，这豆包就现在半化不化、半冻不冻的时候吃，可好吃了，格外香。还能啃冻。怎么裂宽？你咋不去冲呢？谁知道？不知道我冷。我不知道。一会儿搬回来咱就开饭啊。我不等我舅了呗。你老舅人家今天晚上有饭局啊，和同学跨年去。跨年去，嗯，上哪呀？和他小伙伴在一起。上哪跨年去？不知道，咱不管。战果如何呀？挺好的。输赢就说挺好。输了没输多少几百块。输了呗，就是。那拿啥呀？啥？那他还背着我拿钱呢，啥意思？一会儿还得玩呢。一会儿还玩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看他说等着我。等。不是，人家老太太回家做饭去了。我抓饭就一会儿去。你这咋？爸，你给你闺女拿多少钱呢？打麻将？拿一百九。拿一百九，他给你输了。输呗，输着玩。输了输不少。这个喝行不？我喝一会儿。行行，还出去了你，还会打麻将了你这家伙的。这傻老太太可会玩的。你能不能玩过唐三呀？哪儿的？哪儿的？我给你取来的。你咋瞅的？你咋穿红线衣呀？过年了吗？这一身都一小舅子的吧？